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别打我。十九岁那年，我遇见了他。不然我们来比一比啦，看谁分的比较好。我好像怕尴尬的人是你吗？不是这样子的啦，嘉玲。我想成为一名 DDM， 我要帮大家展开旅程。对了，然后再靠近一点。Perfect。为什么你不明白呢？这个世界不是绕着你转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你的智星到底怎么了。我先吐血一下。他怎么了？我都跟他说了。如果你知道我有多在乎你，那我们可以重来吗？